嘛来认命，一步记一步行，艰苦行为着过生活，一粒米碗满心肝，人生路有坎坷，起起落落清顺一将军闭幕时阵，郑将军趁毛太无注意，抢走毛灵珠，佮将伊有明星的身份底佮逼出来。啊，郑人听毛灵珠的建议，传地山鱼仔汤然后传民啉，想讲要来应出毛太，但毋过传民啉了，煞拢无代志。原来毛太是寄生伫石冈的身躯底。你是甚物妖怪？你想怎么找我？我拄则毋是讲啊。我是母胎，母胎，母胎，母胎。像他讲三摆，因为足重要，所以讲石工。若果过三工，我就对你的巴肚蹦出来啊！因为你霸占我的身份，压过我的家产，这摆我要完全要甲偷倒转来。所以讲，你看，你巴肚软软软软软，大口一开，蹦起来时阵，就是我重生的日子啊！你真正是母胎。
你叫白天啊，快点来来，你这边干啥去呀？小雅，啊，杜姐哦，你起来给我加酒，啊，起来给我倒酒，我来在你是要冲啥啦？我是要冲，你别看我大把刀呢，我看到我变黑啊。哟吼，啊，你这查甫人吼，这大把刀真大天，那万一来给我看到吼，直接笑破人的嘴啊！小雅，真正你大把刀我看到，真正无好啦，我跟你想想看。有啊，我有办法啦。小雅，你看，咱两个增加安尼吼，足自然的了。迄查某人吼，大腹肚是理所当然，讲对不对？要唔过，我感觉咱这中间怪怪，怪怪，嗯，对怪。啊，欠两两。对哦，小雅，还是你较巧，本来阿公拢袂想到啦，这欠两两，欠两两。哦，等一下，小雅，再多两两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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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嘟啊吼！阿明嘟嘟啊吼！啊！哦，古林，哦，阿母啊，你莫变鬼啦！我的囝在你的腹肚内面，我一定爱照顾伊，我袂去离开伊啊！啊！阿母，我拄只只看到恁囝呢，真实嘞，阿伊伫倒，天外。我叫别列巴肚内面的啦，阿母，我们哪可能会骗你？我的巴肚内不是你的囝，恁囝吼拄只直接走出去啊，再冇看到啊。对啊，我拄只看到恁囝吼有影行去啊。伊讲吼，爱在遐等伊。嗯。哦，阿母我，我坐火车等伊啊。好。我订鸡汤哦，要来给你煲的。小雅，小雅，小雅，贵姓吧？发生什么大事啊？哎呦，小雅房间这么乱，人都不知去倒，我惊哦，会发生什么大事啦？还是要安怎？贵姓吧，你别烦恼了，我出去看厨房门，你等着等。我的老下来就等啊。哎呦拜托你啊。没有、啊。这些船一样跟他穿几万。他们过九刚刚跟我们来家。我想要做房东万一摩太那是唯一把刀太造出来是不安怎。哎现在唯一办法了。就是从摩太有体的人开始。也没其他办法了。虽然讲安尼伤害无辜，啊，不过也只有这个办法啦。啊，那呢就少也唔对。阿星啊，像伊款吼做多端的歹人，早死曹小星嘛好啊，我就讲吼咬死人就做好人啊。哎呀，你莫袂讲话啦。清将军，无理主。您的领主张您敌情不薄，我先祖倒留在人间，事到如今眼光天灯还得总安清罪。是阿爸母，我要离开啊，我就不甘呢。想想跟宝贝都走对啊，现在宝贝没在我的身躯比我也想想感觉不习惯呢。是啊，是头尾落山，最后像我遐汤哦，应该无人来吃，敢想呾？哎、欸，别死我呢！快快快，小姐小姐，我先领这山遐汤的啦。
你看起来敢那面色面色。哦，这些人拢常常咧甲我讲，可能我较太聪明啦。只要我把鸭汤吃了，我就有救啊！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母胎随要出世啊！就刚将地山鸭汤啉完了后，敢真正都发到顶咱母胎呢？好家仔，我后生无放进去。好家仔，好家仔。小刚是倒去，这四个拢找无啦。不要，救你啦！这是我表鬼哦，那是用装出来啦。啊，你唔是讲要找小刚？嗯。啊，小刚啊，伫遐呀。听到。哎呦，迄头壳一直红诶，迄个老师啊，呀。迄是伊阿汤先，紧摕一碗来我吃，我嘛要一碗啦。太太哦，这山野汤哦，加是另外，所以家来当食食。当然是我吃啊，你今仔好运的呢，野汤纯粹最好是我，以后就袂阁有啊，我来伺候你。就等下，就请你。只要我把野汤吃了，我就有救啊。哎呦，心跳啦，我无骗你，你赶紧看，去看。过年了。奥长，还是救我！这真正是你啊，小刚！我找你这么久的，我来你面前叫。你阿生，喂嘞！哎呀嘞，你也无去啊？你躺下哦。无啦，我伊个身份也变，无咱知影，我也无甲藏起来啊。哈哈，哦，要骗我走，啊，要害我走，我才无遐尼啊憨呢。哈哈哈哈，我收起来，我三幺杜毛孙将军。小刚，你八斗来用茅台，真紧就出事啊。是啊。我现在尽量派命来，阿不过，在母胎出事之前，我从你开始，想无我阁出卖阿命。母胎，拿命来！冤家！母胎，我被抓到去！冤家！将军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千万唔通担心我的囝，你唔通伤害伊，我拜托你，我救你啦！是。阿母，孙将军安尼不是不得已啦，你即马在讲啥？你甲我放开啦！将军，我甲你开，我求你，求你唔通担心我的囝，我拜托你。你个啥物？我们做有是母胎，唔是你，你个咩？我来甲开啦！将军，我拜托你。你还没来答应我的期待，我求你你别答应我。你那个太累，我加短信，男人不如你先搞台机。好，我这不是我台机，哼。我行。男人搞台机，阿母来帮我，你好，你别惊。别让谁出来。母胎变作鬼王，鬼子又敢发动内战？到时阵，面对恁的万鬼威害人间，我是当了独门的孙将军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放过母胎。所以，天下进去，我要从刚开始。孙将军啊，敢有迄种会当胎死母胎，还佫会当保掉九刚性命的方法？刚才是我阿母唯一的亲生后生，我真正不敢看一世人那么痛苦啊！将军，只要你有办法保住我家的性命，你爱我做啥，我拢答应。是，但我是，啊，不过有啥可能？不管是不是有可能，
孙将军，你把先讲出来，同参详看嘛。对啊，你讲出来哦，无得靠咱大家做伙想哦，就当想出办法啦。这你就唔知啊，要甲石刚性命保住，除非这个魔胎印出来，引起别人的先苦，何以出事？您想看卖，世间上敢有这个坏人，肯做这种牺牲？老夫，我听你真艰苦，啊，不过这嘛是无法做的代志，你就莫阁伤心嘛啦。顾小姐嘛，我知影石刚是恁家，你真唔甘意，啊，不过你今仔毋是啊主事真正，我会听到母胎胎死。绝对无可能会变作鬼哦！我知，我今晚就来找你，该和我吃一顿饭，同我该休息。俗语讲过虎头山包温死的，孙将军为了要害死魔胎，决定先挂两摊怀。心肝好家境，今日是咱母仔囝坐落来吃汤顿饭，嘛是最后一顿饭。我希望你好好陪我吃这顿饭。先做一个，先做这么多人的巴肚，伊偏偏要找到我的巴肚内面。先尽力气，但是就到这种地步啊，你嘛无需要怨天怨地。哎呀，你若无去让魔胎害死，莫去让将军害死，这就是你的命。我有想过啊，你也不懂，若是去让魔胎变鬼，那种的痛苦，你敢有法度忍受？既然来安尼。你就先饮酒，把家己灌好醉，到时阵你就袂遐尼痛苦啊！好，该提起，我照感觉看来讲嘛是地方上的恶霸，原来咱这是无区别。来，我打。你想要在酒内底参与啊？无我头那热忙啊！
真重要，家己的亲生囝你也杀了。我安尼做，哪有什么不对？我要亲手杀死我的囝，让我替解脱，卡免乎你杀杀你的身躯。想要嫁这个世间，既然有这么心肝乱毒的人，要结束家己亲生后生的性命，还阁讲是为何？对你家己乱弄刀。俗语讲阿母也食水喉，为着要救石刚，桂花竟然将母胎印在家己的身躯顶啊！但是敢好刀对家己的下手呢？桂门虽要开啊，母胎若出事，就会变作鬼王，可能将对来大闹人间。孙将军一心只了敢好刀对付母胎呢？新民出巡的时阵，拢有真侪新将的护驾。一般关将手是将军献花的神旗，阴兵阴将的领军，甲北家将无啥共款。北家将甲关将手上基本的分别就是讲，关将手有獠牙，有在咱变魔变甲怪，有算有披肩乌魂。伊顺将军就是拿三车，将军就是一般就是拿这虎牌。火枪、手铐，北家将就是以他的人员就是固定嘛。啊，关将手就是他可以一直增加嘛，从三个、五个、七个、九个、十一个，所以他差别就差在这边啦。关将手基本上是三个人，以孙将军为首，甲金将军会当增加，但是关将手的人数有所不同。人讲好亲家，歹是冤家。郑将军师徒三公的胡萝卜布，孙将军有着斩情诗，要替罗马布来砍人命。人讲海当别做右边界，替老母将军的恶霸来破解。不去吃就石头怪，海真爱头陷入危机。孙将军乱掉人面破，到底惹了什么后果呢？今日来讲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魔力主风鬼门关。